覺得對於啲平民嚟講，佢哋會想住一間大啲嘅屋，住一間平啲嘅屋，定係星期六日去郊野公園？嗱，其實而家住緊好擠迫地方嘅人咧，係最需要郊野公園嘅人，因為佢哋冇錢去搭飛機去巴黎或者去瑞士。我哋香港住得最擠迫嘅人咧，係最需要我一個交通好方便去到。然後咧，佢可以用好低成本，唔使門券就入去行成日，睇下大山大海，睇下個天，呼吸一啲空曠地方嘅空氣。